饮真啊！那你觉得，就是你平时在疫情期间都有什么自我防护的措施吗？就是要在外戴好口罩，然后呢，就尽量少去那个人多的地方。就是出来尽量戴口罩，然后不聚集，回家之后及时的消毒洗手。正常，戴口罩。对，然后消毒。消毒。我想问你，你平时那个会有做什么自我防护措施吗？有。戴口罩啊，消毒啊。戴口罩，多通风，少出门。哦，不要给医护人员添麻烦。拿酒精，比如说擦地啊，或者说洗手啊之类的，擦手啊之类的。然后像孩子的话，就是出门也是戴口罩。平时戴口罩。消毒，然后上房间里玩。新天地吧。小出门，然后呢，戴口罩，穿一个长袖啊，我把身上全部装起来。你觉得这个新冠肺炎对你生活还有学习有什么影响吗？一般影响比较大，一般都在学校跟小伙伴们学习，现在都只能在自己在家学习，不过也学会了自己学习。上不了班。生活因为一个学期是大学，所以一个学期都没有去学校，就是不习惯的。还是在学校的话，觉得跟同学们一起上学更刺激、刺激、刺激。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您对那个对疫情对您工作有带来什么影响吗？影响肯定有，现在搞挺严重的，好多人都不敢点外卖了，订单少了。稍微有一点影响，但是不是很大嘛。就是不太方便了。去网上最好了。赶快过去。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给医护人员添太多麻烦，这样新冠肺炎就会被战胜。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有希望的，只要国际疫情能继续控制住，中国的疫情应该是没问题的。下半年是官方消息还会反弹，但是迟早肯定能反弹。觉得也是。是九月份差不多了。Stop let b o b a l o n g 买 problem 买等律师买。不是因为这后卫的那么别的是你和成你们一马挺大一部分的事业的所呢不如赶紧直接接接着不让大家都还得把这个野动你们各种事情去不来说你们多的高老你们各的 speed 这年的人民多的飞到你的后面